Welcome to Malaysia, China. Cantik yeah. Macam bunga raya, sedap macam sekaya. Selamat jalan. Nice. Jumpa lagi. Line clear. The game is over. Belakang. Line clear. Okay, very nice.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5号，我现在人在苏邦机场，现在早上7点，我们打算为期2天，周末周六周日在槟城待2天，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度假吧。就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马来西亚跟中国宣布了互相免签，这么一个好消息吧。这个也算是，马来西亚和中国有史以来的最新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早期还是，我还记得早期这个留学的时候是贴钱，旅游都是贴钱要去这个领事馆，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马来西亚领事馆去贴签。后来呢，近几年改成了电子签，当然方便很多。基本上是48小时就能出。那苏邦机场最早其实是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改成了一个民用机场，但是它基本上是飞内路线，就是国内的航班，比如说你去槟城啊，去新山啊，去马六甲呀，等等这些地方是有航班的，航班比较多的，基本上是两个航班，一个是 Fairfly， 一个是 Batik 航空啊，大家可以进行选择。那明年2024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所以也是在这个。迎接这个中马建交50周年的前期呢，宣布了这个好消息。那未来呢，无论是大马人去中国，还是中国人来大马，都是越来越方便了。也希望说是越来以后呢，会越来越方便吧。好，我们现在在等飞机，飞机应该还有15分钟登机啦，我们就去槟城。2000 years later.Hi. We are at Bincheng. Now we are going to get a car. We have bought a car on the website. We are going to go to the tour. Let's start. Is this the building? It should be this building. Let's see. Let's go. It should be this building.三楼。都在是吧？包里都在吗？对。在。眼人头，一二三四。都在哈。包自己多一个就行。多一个，多一个也带走。上山大路。来找车去，找车去。找到了，你第一名啊！你找到了。KPP808就是这辆车。欢迎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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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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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城来啦！姓周的桥，过去这都是姓周的周家村。这个，姓周桥。看，这个村是都是姓周的，是从中国福建泉州迁过来的，19世纪中期。一共有75间房子。那就是说现在在参观这个村呢？对，就参观这村。这不是奶奶村吗？19世纪中期从中国福建迁过来的。姓林社，在原码到奶奶家村看的。可以播了，这个村就是在海上建的这么一个木屋水屋村，对，华人嘛，就是姓周村，都姓周的华人。周姓强。槟城这边有很多这个过去中国迁过来的，从福建呀那一带迁过来的，然后这一溜叫周姓桥，那一溜还有别的姓。
不同的姓氏，然后落座在这边，是作为渔村啊。当时渔村打鱼，打鱼，你看这个渔船，这个村也100多年了，现在仍然还有一些居民在这边居住，但现在这边已经打造成了旅游景点了。嗯，这个就是居民，这就是赛龙舟的时候那个龙舟船，周星吊桥。我们来的时候没开，他那窗户还没下着小雨，没开门，上车都没开。榴莲。要到头了吧？啊，这是皮用船载游客出海兜兜风。这是一间庙，感天宫。这应该是步行街。哇，这房子真够老的哈，能保留到现在。本头公像。你看这个街道走着就很有感觉，对啊，古老南洋的那种味道。100年前了，怎么走？往这边走，往这边走，转一圈吧，到这来找这个。哎，你看孙中山的足迹。18号，对，就是这栋。走着走着就看到了孙中山的足迹。哎，前面还有。同盟会啊！啊，同盟会把这个上了。同盟会啊！同盟会是吧？啊。16号。当时创国民党的时候的那会儿。对对对。这推翻满清的时候啊。同盟会，六君子那个。嗯。我们第一站吃槟城的拉萨，拉萨是槟城来源人必须要吃的啊！哎，就这儿，啊，到了，槟榔绿驰名拉萨，拉萨来试一下，好，这是来这儿必吃的。是吧？你们俩一份，你们一份。这是槟城的拉萨，看你这拉萨，吃吧吃吧，丰富多汁。我跟杨马一份。啊，看着不错。没事，我跟亚茹一份。这是马来西亚的酸辣粉。别吵，不能吃啊。他有一个炒果条，给他点一炒果条，他吃那个。有酸，有甜，有辣，不太辣，有咖喱，有叫了一碟。这味道能接受吗？炒果条，槟城炒果条必吃的小吃，特别香。这槟城炒果条怎么样？马来西亚这个炒果条。比国内的相当于类似的河粉，味道比国内的要香，比国内的要海鲜味浓，口感丰富。OK， 我们现在要去一家槟城这边特别特别出名的，在小巷子里的 Nasi Kandar 扁担饭。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人多不多啊，我们去试试吧，碰碰运气，走着。我好像已经闻到咖喱味了，闻到了吗？应该就是这儿了。就是这个 Nasi Kandar Line。Line clear.为什么打你？看你欠是不是？是这里吗？对，是这里边。来，我们来到了槟城最著名的咖喱档。快吃吧。来吧。看这鱼头。这印度餐，你不是说想吃一次吗？北京啊，放北京。You like spicy or spicy? Spicy 吗？不 spicy， 好。好吃啊！给奶奶一盘辣。那我们要六盘吗？三盘 ，chicken curry。两块，你看，在哪？OK， kedai makanan nasi kandar line clear 没有？terima kasih macam elegant 没有？ini suara untuk line clear， samsulin buka elegant 没有？ satu Malaysia satu line clear， ini follow sudah mana line clear， line clear。Astaga besar, the game is over. Goodbye, please come again. Like clear. Welcome to Malaysia, China. Cantik macam bunga raya. Sudah macam sekaya. Selamat jalan. Nice. Jumpa lagi. Like clear. The game is over. Laka. Like clear. Okay. Very nice. Yeah. Sayu. Sayu. Okay. 还有什么？自己看。Fish egg. Nice. 鱼蛋。三度。不累加个 skin。哦，蘸点咖喱汁哇，这个爽。最喜欢的鱼子了，漂亮。Okay. 还有什么？Thank you. 是印度饭。这个是你的，那个给我。印度饭吃得惯吗？嗯。没事，印度咖喱。还行。行啊。味道还可以，但是没有饼，没有灵魂呢。下次回吉隆坡再吃个饼。好。坐不住。没给钱，多少钱？九块。嗯，是什么呀？拉茶？不是，这叫煎蕊。好吃吗？活动。嗯，这两杯才9块哦。9块尖蕊，你尝尝，他又来吃了。我一个人能吃19个。吃吧。明。喜欢要订阅哟。